这是我的家，你那媳妇儿该高兴了吧？你别老用你那心眼想人家，她根本就不知道，金玲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。她，金玲根本就不是那样人，那我是哪样人啊？医生怎么说？ 医生说我很快大小便就不能自理了，不过你放心，到时候我安乐死，不会耽误你们的，尤其是你，早就跟我没关系了。儿子，咱们走。 我告诉你，李连翘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配不上谁。你以前瞧不起我，对不对？想出国，想攀高枝，想跟我离婚，我都答应你了，对不对？我认为你跟我生了一个儿子，咱们就扯平了。现在我和金玲在一起过呢，她人老实，厚道又心疼我，我就是想跟她在一起过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一天寻死寻活的，你想干什么？ 要活就好好的活，一点人样都没有，谁欠谁呢？季玲姐，下班了，哎。 我要穿着工服上学校，孩子连阿姨都不肯叫。现在还没叫妈呢，跟那爹一样，叫近。亲妈再回那也是亲妈，有什么办法？直飞曼谷，然后坐车转清迈，四天双飞，一个人4600，我们团就2个优惠名额。暑假的时候带您先生一块去玩玩去。哎呀，这个不行。 我们不能拿学生家长的东西，这孩子让您这么费心，这点真的不算什么。有一件事情我一定提醒您，导游带你去任何地方，你千万什么东西都别买。我干这个的我知道。您还是跟先生一起去吧，我们学校里暑假有个补习班，我去不了。我们去不了，我们俩早离了。常老师，我平时身体不好，这孩子顾不上，他的学习就全靠您了。那个没问题，但这个我不能收。常老师吗？ 我是听教官的妈妈。
你好，都来了，您请进，请坐。说点正事儿，丁小关这孩子最近学习成绩一直下降，上课也不专心听讲，是不是跟姥姥去世有关系？是，他是姥姥一手带大的。 跟姥姥感情深，妈，金玲阿姨，小关，今天我见常老师了啊，老师说你最近学习有点退步啊，你该怎么办？想想。 努力，嗯。小关，妈去医院，跟金玲阿姨回家吧。 姐妈，这回你可得练字儿了。金玲阿姨，你生气了？为什么生气啊？以后把你妈给的食谱抄到黑板上，我就不会忘了。你干嘛去？买胡萝卜。 多吃点肉。嗯。笑。哟，金玲来了，这不给我带一份呢？行啊，拿钱来。哟，吃胡萝卜呢，这兔子才吃胡萝卜呢。他前妻给的营养食谱。多吃点儿。多两个，多三，多四，安全。多两个。我妈怎么了？病了。什么病？说了你也不懂。 我懂，电动人证你懂吗？儿子，你金玲阿姨和你妈哪个好？给点面子，别那么拧啊。那是你选的。 是你妈先不要我了，行不行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爸考不上大学，因为你爸不会拉手风琴，行了吗？儿子，住在一个家里，那就是一家人。你跟我叫爸，跟他叫阿姨，这不都乱套了吗？ 其实你金玲阿姨啊，对你妈挺好的。她还说了，说等你妈这个病啊，如果要再这么恶化下去，哎，她就把她接到咱们家来住。真的。非洲最高的山叫什么？乞力马扎罗。牛肉炖不烂怎么办？加山楂。 现在的北京，古代叫什么？幽州。谁盖的？刘伯温。还得是读书看报啊，儿子，你现在啊，肯定是你们班知识面最广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。
妈，妈，什么？亏这小子想得出来啊！你觉得呢？啊，爸爸，你要干嘛呀？啊，好日子过腻了。这连翘啊，再不是东西，他也是孩子他妈是吧？把连翘接过来，一妻一妾，你这是？不是你说死胖子，你说什么呢你？人贩子拐他都嫌疼，你快吃吃吧。你怎么这样说话呀？我是他后妈，我都得管他。这又不是一天两天了，都连着3年逃学了。我这么大岁数，老是训我训得跟孙子似的。回来我揍他。我不是让你揍他，老丁，你得问他去哪儿了。给他打电话，打呀！打了，没人接。过来，出来说话。小关也管我叫妈，你别毁了孩子。哎，走，就回来就好啊。走，来来来。小关，你还小，大人的事儿你还不懂。妈不怪你出去玩，但是你现在是学习第一位，
不能耽误功课，不能让妈妈担心，啊！给，跟妈妈说再见。再见。连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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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喊什么？没死呢。你又作什么呢？啊！你怎么能泡凉水澡啊？医生说泡凉水澡能刺激关节。今天早晨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我自己在地上。我是从卧室爬过来的，你信吗？啊？你去医院吧。你要是在家也行，好好的。别作，请一个护工，怎么样？真到那个时候，难道我不会请护工啊？我逗你呢。女人啊，就是爱骗人，装可怜。你可别再上当了。你这两天林小光干嘛了？就这儿，巴厘岛。你把孩子借给我一个月，我带他出去旅游。就一个月，可能过了这段时间，我路都走不了了。你把东西都卖了？房子也卖了，我用不着了。到时候把钱都留给你，把孩子借给我一个月，我就一人死去。屁话！你怎么能是一个人啊？那小关不在你身边啊？再说了，我也能照顾你。你妈死的时候，我答应过她。你凭什么照顾我呀？这两天，小关老跟我闹，我就答应他说，要把你接过来。只不过，这事儿我还没跟金玲商量呢。老丁，就一个月，成吗？玲儿。哎，你先吃吧，啊！头疼。等他回来再给他热吧。下回提前打个电话。别等了，先睡吧。
关，小关，醒醒！要玩卡丁车吗？你爸爸答应了，我们可以痛痛快快玩了。要不要玩？我想睡觉。行，那咱回家。来，连翘这病也没多长时间了，他想跟孩子多待一阵儿。他父母都没了，要是真不行了，能不能把他接我？接哪儿来呀？你对他还是挺有感情的嘛。这话说的，就是不认识的人，你也不能忍心看着他死，不是？我们还有过一个孩子，住过一段时间，你说呢？我不知道。什么叫不知道啊？我不逼你，你也别逼我。这边请。这一片地气很不错，景观也很好。是家里的哪位老人啊？我自己。哟，那也好。这种事儿不要忌讳，在我们这儿买合葬穴还能优惠呢。行，我想自己看一会儿。行，您先看。小关，妈妈以后住这儿好吗？我想上学。妈妈下午带你去电影院看电影，但是这些事儿得先办。妈妈是不是特让人讨厌？不过妈妈快死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烦你了。在墓园里，坐在地上起不来了。五天双飞。五天双飞是吗？对，已经确认了。谢谢。电话打完了，办入院手续。借给我一个礼拜行不行？就一个礼拜啊！我都安排好了，墓地我都买好了，到时候我把骨灰盒的钱留给你们，只要烧了往里头一放就行，特别简单。我求求你，就算可怜可怜我，好不好？你别老吓唬我，行不行？老弟，我跟你讲，你就借给我一个礼拜，实在不行五天也行。回来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，还不行吗？不是，你听我有什么用啊？我又不是医生，我说了能管什么用啊？我。
就算你答应了，小冠，再陪妈妈几天好吗？姑娘，干嘛去啊？姑娘，哎，你等会儿啊。干嘛呀？都一个小时了。你有病啊？我不手机落没电了，我搁你这儿喝西北风打电话。但是我不给你钱啊。喂，老丁，老丁，哎，你儿子电话打我这上来了。喂，哎，你别哭啊。是吗？啊，你打到我床上去啊！你别动啊！啊！你让我下来！哎，胖子，来来来，别忘了收了电话费啊！这样，妈看着点儿。爸，爸！啊！哎，儿子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好。哎，您是孩子的父亲吧？是是。孩子的妈妈过安检的时候突然动不了了，这孩子吓得直哭啊！这样的身体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出国呢？是，还带着个孩子，是，下次注意啊。好，麻烦你了啊。你没事吧？啊？要不要先去医院？等好了以后咱们再出去。啊？我怎么才能去？我去。别激动，好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哎，肌萎缩厕所硬化症，不是那个渐冻人症，还有什么那个？你还听懂？简单的说，就是肌肉逐渐萎缩和无力，好像逐渐被冻起来一样。病人最痛苦的就是心智依然正常。思维敏捷，意识清楚，和常人一样。可是四肢却无法动弹，也无法说话，只能依眼睛沟通，好像逐渐被冰冻起来。心中的无奈和痛苦，是一般人所无法体会的。那，大夫，那有希望，能不能治好？回家去吧。药物的作用不过是帮助他减缓一点速度，在哪吃都是一样。这种病人需要家里人特别精心的照顾，只有这样才能活得更长一些。对了，他随时都有可能窒息，你们要加倍小心。有三个人啊，被推到太平间，这脸上呢都带着笑容。这管理员很纳闷，他就问送来的人。送来的那个人说啊，这第一个呢是家里盖房子，然后呢挖地基，挖出了个宝匣，一激动死了。这第二个呢是买彩票，中了500万，一激动也死了。这第三个呢，他是最冤的，
被雷电给劈死的。那被雷电给劈死的为什么还笑呢？他觉得那时候有人给他照相。完了，你要是觉得没意思，我再给你讲一个，讲一个。累了，要不坐这歇会儿。先折腾孩子，再折腾你。我这个人就是不安分。这一辈子，吃亏就吃亏在不安分上。等观察期过后，你搬到我那儿去吧。到时候，我跟金玲再好好商量商量，给你请个护工，白天照顾你。我该卖报纸卖报纸。他该上班上班，孩子该上学上学。到时候你就没那么多抱怨了。说的跟都有数似的。有数没数能怎么着啊？你去我那儿，最起码孩子和你都踏实。我还是赶紧死了吧，再不死成笑话了。着什么急呀？都得死，你死了，我们哭我们哀，谁都躲不过。学的还靠谱。那干嘛学这个呀？这人老啊，从腿起，是吧？你说你一天到晚老站着干活，光靠泡脚哪行啊？早有这个勤快劲儿，连翘也跑不了了。说，给他揉过吗？你看揉过吗？你看你说的你。哎呀，行，他跑是因为他想攀高枝儿，对不对？想出国，这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现在这样，全是他的命。这样，啊，这样，啊。医生说吧，他这个病现在住院没有太大意义了。不如给他接到这儿来啊！再说了，你说像他这样隔三差五的闹一下，这谁也受不了，不是？别揉了。先睡觉吧，我困了。打点开水，别烫着啊！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别着急，
吃坏了胃不舒服。那个苹果，我给你洗好了，放包里面呢。吃完饭想着吃了。别怕迟到，认真听我说。我知道你妈想带你出国旅游，我也愿意让你们去，真的。可你妈现在身体不好，你别不高兴啊。这里面装的都是怎么对你好的主意，我也是你妈。我知道了，妈。我要把你妈接过来，我要让你知道，我和她不是抢你，是我们俩对你一样好。走吧，哎，这个拿着，走吧啊。这是老丁专门给你捡的，写的都是这个病。老丁的意思是，让你从医院里搬出来，直接住在家里，白天请个护工，晚上我和老丁照看你。他的疯话你也信？你们诚心看我笑话呢吧？他这也是看你笑话。别演戏了，让你来说，以为我不好意思去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你们就心安理得了。好，给你们个台阶下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去的。连翘，这个家我做一半的主，我要是不同意，说都没必要说。我是来征求你的意见，我不去。老丁呢，是因为这个孩子，他跟你还有点旧情，他想照顾你，我理解。我呢，也是因为这个孩子，你这么折腾小关，我们受不了。实事求是吧，咱们都有死的那一天，你走了，孩子还得跟我过。我不能生孩子，我真是把小关当自己的儿子。希望他以后孝敬我，像孝敬你一样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想让孩子知道我在照顾他亲妈的事上我没尽力。你要是不同意，我保证，你不会再见到小关。
哎，老丁回来了。啊。哎呀妈呀，老丁，没看出来你挺能的呀。爸，爸，你快上来呀！啊，爸来了。你要回来了。Of Merrick。 哎，玲，你怎么跟他说的啊？他就跟你过来了。Right， 我跟他说，一夫一妻制到你这儿全改了。哎呦，我给你开，没给你开玩笑，真的。哎呀，那没错。错。我能说什么？你以为我愿意照顾病人呢？信。行了行了，别给我添乱了。哎，你静静想想今天晚上怎么住吧。来吧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想想晚上怎么住。On the grass。Machine， 连翘，把中文写上。明天上午7点，护红就到了，你就睡下铺吧。这被子前两天我都给你晒过了。Picture。Music。关了，嗯，把电视机关了。孩子学习成绩不好，全是电视闹的，以后不要再看了。Nurse， 你是人民教师，明白吗？关了关了，你这样三心二意的整顿，别误人子弟。Flower。Star。In the west of in the north of Merrick。Concert。老丁，啊，家里还有没有能看的报纸啊？有啊。哪儿呢？ Jump。
那同桌要是再欺负你的话，你就告老师，老师要不管你就揍他，听见吗？扇他，扇他嘴巴子啊！跟你妈再见。妈，我上学去了。我们走了啊。爸，再见。哎哎哎，我那包呢？那个。我送孩子上学了啊。慢一点啊。我都不好意思说都，以前咱们家什么样，一尘不染，现在可好，找什么都找不着。哎，你说他这东西拿出来，他怎么知道放回去啊？衣服换的倒是挺新，穿一天就换。他以前也这样啊？哼，不是故意折腾我就行。我要是你妈，我都劝你赶紧跟他离。什么？你就是我妈，你就是我妈的。那接他来的时候，你比我还积极，对不对？你要是心里实在难受，你就把他送回去，大不了我和儿子就看他两趟。你要不好意思说，我跟他说。我不就是跟你嘚咕两句吗？我跟他能说什么呀？我就是看不惯。什么？你看不惯他？你是看不惯小关天天腻在他身上，是不是？儿子嘛。是从他肚子里爬出来的，不跟他腻跟谁腻，是吧？结婚之前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对小光还不好啊，我恨不得把我心挖出来给他吃了。你这么说就是瞧不起我。你看看你，我怎么能瞧不起你呢？我是最理解你的。来，吃药啊！别生气了，看你那样。菜越做越好吃，真的。唱那个《月亮之上》哈。好。你俩跳舞，跳舞，跳舞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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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夫，这个是我前夫现在的媳妇儿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这是我同事啊，前两年跟我一起带团的，他们来看看我。好好好，啊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坐着，你坐着，哎哎哎，老弟来来来来，老弟老弟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，喝点喝点喝点，谁让你喝酒的？谁让你喝酒的？大人胡来，你也跟着胡来呀？你走了，你好好保重啊。大姐，你听戏，我们都逗孩子玩呢。哎，铁毛，怎么都走了？没事，上菜啊。你干嘛？哎哎，你怎么都走了？你们？啊，再见啊。走了呀！啊！你也是，这医生说没说你不能喝酒啊？
都不怕。我还怕喝酒。这么多人闹哄，多浪费体力。下回要喝，我陪你喝啊。嗯。哎，金玲，你去哪儿啊？快去，快去，追回来，追回来。哎，跟你媳妇说一声，把我赶紧送回去。隔三差五的把小孩送过来，让我看看就行。啊？哎，烦他。你去哪儿啊，你金玲？你别碰我！你听我说呀，你这人有准没准啊？啊？你这不往外轰他呢吗？他是诚心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他是诚心跟我过不去。他是诚心的，我能看不出来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啊？他刚才说了，让我把他送回去，大不了就是我孩子经常去看他，这样不用烦你了吧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不能输给他。我不能让孩子觉得我对他亲妈不好。有感觉吗？就是那种酸痛感，有没有？别着急啊，没用的。对了，我出血炸裂，你别着急。医生说了，这经常按摩啊，对阻碍那个自律神经坏死会有好处。别耽误你卖报纸。看谁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继续吧。以后别给孩子钱了，惯坏了他。你找什么呢，金玲？那是小关的日记，不能看的。你怎么看？我是他妈，我知道密码。密码是多少？我生日。你生日是多少号？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都没看过孩子日记，吵什么吵啊？啊！你不用跟我比，怎么比你都是赢的。你活得比我长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你这么说就是往我心上捅刀子。就是让我在孩子面前丢人，我没说到这儿来吧？让我自生自灭多好啊！不行行，他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出去跟你没关系，我怕他把我儿子带坏了。你小点声，有什么事儿不好解决？老弟，你出去，这是我们俩的事儿。等会儿，什么叫他把我儿子带坏了？谁儿子？我不想来，他非拉我来。现在想轰我走，我还不走了呢！你说我那婆婆，她也太不讲理了。每次跟她儿子吵架，她都以为错的是我。她儿子怎么着？她儿子就没有错吗？每次都被我
孩子也不听话，我现在管也管不了他，说也说不了他。哎，他非说要看动画片，我不让他看吧，还不行，他姥姥就上来了，大家都冲着我来，还说我不对。您孩子不管能行吗？以后长大该怎么办？现在活得怎么就那么累呢？你说，这才几天就被轰出来了，啊？我就说吧，哎。Angry， 去哪儿啊？喝水。一点点心意，请收下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救过我的命，这样，就当是给你拿去。Coast。我身边的朋友都有啊，我选 A。太笨了，这怎么能，这怎么还能上电视呢？这是，笨蛋，不听我的，你就应该多看点报纸。孩子都写了什么？我和别的同学不一样，我有两个妈妈，我两个妈妈对我都很好，但是他们总是吵，我很为难，我真希望他们不要吵架，我也希望爸爸、两个妈妈永远都在我身边，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来，连庆，天这么冷，你在外边干什么？啊，小关呢？是。进屋，进屋，进屋。你们还是把我送走吧。把你送哪儿去啊？啊，你把房子都卖了，把你送哪儿去啊？去医院。连庆，我这个人没心没肺，你别跟我一般计较。按理说，我巴不得你走，可看了孩子的日记，我觉得你不能走。我们几个大人，还不计一个孩子。
要不，我帮你试试看。我平常也不怎么画，怕你不满意。那天你见老师的时候，你不是画了一个红嘴巴吗？我那个太丢人了。我帮你画画，行吗？其实你画口红挺好看的，就是颜色不能用太深的。你拿我这支试试。我不画了。试试吧，我帮你。哟，你这怎么开呀？你这个，那根绳儿，蹬一下。对，拿上镜子。你这颜色好哎，有空的时候把眉毛拔一下，拔干净了，人显得精神。这个我可不敢，我怕疼。第一次是有点疼，时间长了就好了。你可真行。再刷点腮红吧。我就不画了，我帮你。平常忙忙叨叨的，你想不起来化妆。这个，怎么弄啊？这个，你就在颧骨这儿扫一扫。对啊，画圈儿，再扫点。气色好多了，还真不一样了。我觉得好看多了。行了。我帮你画吧啊！我画了啊，你可真不像胡同里出来的。没见过手风琴老师，到时候我这死人样，别把人给吓到了。以前抽烟喝酒什么都会，谁要是想瞎折腾，看看我的下场。折腾不折腾都是一辈子，有本事的人才折腾呢。等我死了，要是不嫌弃，这东西留给你，算是个纪念。没见过总把死挂在嘴边的，你这么金贵的东西，我配不上用。老师，您这酒后骑车没事吧？没有事，没有事。
您一定慢点啊。谢谢谢谢，不要紧不要紧。那老师再见啊。再见再见。别抽了，这么大煤气管还炸了。小心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右边啊！谁呀？金良！前妻。你他妈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想死的话，你出门被车压死，上楼摔死，啊，在我这儿放煤气，你他妈什么意思啊你？早死早利索！行了。什么他妈东西！算是落你手里了，老丁。是我落你手里了。我的遗嘱，我的财产留给儿子丁小官，立约人李连翘。老丁、金陵，对不起你们了。行进了啊！你这么睡觉卖报纸还不赔死啊？吃饭了。我跟护工说了，不管连翘说什么都不能离开半步，一直到我回来。啊，我回来了。小诗，你走吧。精灵呢？接小关去了。你又怎么了？最后一眼。
你可以把照片还给我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老是这样啊？我用不上你的钱。也没多少，都在这儿了。给小关上大学用。以后辛苦你了。等以后你病好了，自己给呗。说这种安慰的话，还有意思吗？你总那么糊涂。开煤气的时候，我把它喝在枕头边上。这两天还在这儿。我记住了，等下回再开的时候。那时候还以为有更好的生活。老弟，你们俩过得好。怎么样？这儿，这有感觉吗？有吗？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？睡不着觉，你把语速放快点，用点劲儿。语言中枢受压迫，我给开点小剂量的安定，睡不着的时候再吃，对他的病没好处。老师怎么说？他说我不一定能进复赛。啊？甭听他说的，你就好好拉你的。可是练琴的时间太少了。你这就是找借口。那好多大音乐家都是苦出身。谁呀？樊正颖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好好拉，比赛的时候。你爸你妈都去看，要丢人你丢他们的人，最多我不去。不错啊，要照这样的练法，两个星期以后，你肯定会给爹争气的。
哎，都在这干什么？谁照顾连翘啊？哎，老兵，老兵啊，你先别上去呢，你先在这坐会儿。坐什么？你先在这坐会儿。不是，你不吃饭了？哎呀，你先到这儿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警官，别拦了，上来吃饭了。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吃这个，这么贵的东西，肯定好。你起什么哄啊你？啊？感情好跑到我这他妈临终告别了？我问连翘想见什么人，这事儿你管合适吗？他有这个权利。什么权利啊？啊？什么权利？就送两盒营养品就走了，就这权利啊？最恨他妈这种男人了，表面上流光水滑的。哼，还他妈男人呢，还他妈爱我呢！我要成了连翘那样，你要是能来看看我，我就烧高香了。我，你别老转移话题啊！我说的是他，不是你。你就直接说你吃醋了不就得了吗？我要是连翘啊，我也攀那个高枝儿。行，你攀吧，到时候我他妈也送你营养品。神经病！云姐，哎，无题，对不起你的是他，为了这么个人跟我离婚，到了就落了两盒营养品。要说对不起也得是他说，他已经原谅那个人了。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置什么气呀？你想干什么呀？看什么看？吃饭。现在老睡觉是怎么回事？病人的神经系统在逐渐萎缩，他的内脏机能也在萎缩中。上回说不是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吗？怎么现在都连一个月都不到了？
快点啊！叫你妈给你再买一双鞋啊！带小关出来的时候，我还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给活儿买寿衣还是头一回的。小关，妈，妈，我妈想买那个。买。现在就买，现在就买。以后啊，就分开着叫，叫金玲妈、连翘妈，多一个妈疼你不是坏事儿。拿着。连翘，连翘。喝点水，莲翘。下午，要不你好好休息休息，我去给连翘销户口。我去吧，别耽误你晚上批报纸。要不都别去了，都好好休息休息。这段时间我累的也是，都快散架了。自己是个明白人，其实不是。老丁，
是他自己想死，我要是不把他接过来，没准儿他能拼着命的想活下去。 别多想了，就像系绳子割的一样，对了错了都系一个，人一死，不结也开了。<笑> 妈，妈，